老爸，你这样玩游戏舒服吗？滚！这样，你去玩一下我这个真山海经，我把钥匙给你。别信了，老爸。山海都是假的，都是骗人的。现在有真的山海经，好玩不？好玩。是不是真山海经？是真山海经。也许你看到的广告是这样的、这样的和这样的，实际上却是这样的。因此我们郑重承诺，如果我们这款山海经开局没有选角界面，不能吞噬进化，请马上举报我们。为了维护市面风气、净化环境，我们决定上线就送无限血弹，超高几率孵化出隐藏凶兽。游戏画面非常精致，玩法虽是以吞噬为主，但丰富的6500种奇珍异兽却能使人沉浸其中，与其刷追剧，不如自己进来当主角。